看看啊，我们新疆老吴啊，看看钓了一个长胡子鱼啊，这是新疆从新疆过来啊，老胡钓的啊，长胡子鱼啊，哎，70块钱一斤的啊，这个鱼相当鲜。这是新疆老吴啊，来这儿已经钓了半个月鱼了啊，每天没有空过网，没有空过钩的啊。你看刚才那条啊，长胡子鱼70块钱一斤，贵。你看啊，新疆老吴啊，现在把那个大的那个啊，这个这看家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啊，准备放地笼了啊。这看家的这是啊，放里头，今晚就要收点啊，收点货，大货啊。在这一住，车一住，小房车一住、啊、大房车一住啊，你看看，嗯，你看看啊，从新疆啊出来的啊，到这儿了啊，澜沧江岸边钓鱼来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车友老吴，哇塞，这鱼篓地笼今天开始下来啊，你看还带个女秘书啊，哎，助手来了，看助手给拿着绳，快点的，这助手啊，嗯，女助手来了，车友新疆哈密的老吴啊，哎，你看看人家这是来这澜沧江啊，把澜沧江这一段都占住了啊，哎呀，放老吴现在放。把自己家，那个啥压车底的设备都拿出来了啊，哎，准备今晚上大战一场啊，双石头。你松一点，别倒到水里头。哎呀，看看老吴大房车往澜沧江岸边一停啊。我们在对面呢啊，这就是我们的车来那边啊，嗯，停下来、啊，这就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啊生活。送别的人的回忆，澜沧江有了沧江，有多少人不愿归去？少人陷入回忆，黑夜里你的身影，黎明是我的叹息。这就我们新疆的车友停的最佳位置啊，有澜沧江，我想静静躺在你的怀里。车友的停车的地方我每年遛过啊，水上城这块儿、啊，哎，他来这块儿半个月了啊，游钓中国。夏天疯狂，秋天受伤，春天希望，潮来使我热泪满眶，潮去使你满怀忧伤。啦啦啦啦啦啦啦。啊，对面就是蒙汉镇，这是景哈乡，六国城底下。重复着老掉牙的歌谣，澜沧江。哎呀，对，这时候就大了。这是我们的小车队啊，车友们来这停车。这是我的车，那边是我们哈密新疆车友。江对岸有几个姑娘，是哈密族人的装扮。澜沧江有澜沧江，人情物意之美皆在眼前，如花美眷如水流。朋友们，对面就是橄榄坝啊，湄公河这块啊，他们好多人这拍视频的地儿，湄公河。这个对面的好多就是车友的，是你说你爱我，
停的跑啊，不停的跑。潮起时你说你爱我，环境真美呀。谢谢观看。